其实也不要弄太多，不要弄太多，因为熟了最重要。对，先几寸。哦，好。我弹很慢了、啊。没关系，其实伴奏就是最好的方法。这首歌你就是让你练习啊、哦，我知道他想要练习那个中间插音嘛。插音也就是从这样练出来，就是要伴奏时候练出来。老师，你讲我都被看破手脚。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因为你练这首歌的，除了这个和弦要背起来，然后插音对。插音就是有时候插错了，以前我早期也是这样，插错人家歌姬会回头看你，看一看我就赶快收回来，不要乱插了。就从错误中慢慢就这样成长。来。